在这里干嘛？我在这里看星星啊。看星星？对啊。今天是阴天耶，看什么星星啊？对啊。说真的，是不是很想去看？随便说说，你当真啊？不管当不当真，你少不了。嘿嘿嘿。这个呢，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、啊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抱任何希望。你的意思是跟我在一起一点开始？我看起来像被虐狂吗？真的有这么过分吗？其实也不是啦，我其实是要谢谢你。是你让我知道人类原来极限有无限大，我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说我自己能够活到现在。说真的，我还蛮佩服我自己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这次活动终于结束，我就放你走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然后我就安排你到应杰哥的公司上班。我不能耽误。可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只是我离开了，谁来照顾你？谁来照顾我？管那么多干嘛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。好了，该睡觉。晚安。Thank you.